哎呦，哎，不对，不应该发现不了的吗？他怎么还开门 ？Hello，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又见面了，我是鲤鱼。那今天继续我们的 Bendy and Ink Machine， 继续进行第四章，打败了一个转来转去的大叔，应该还差最后一个开关，我们就能启动鬼屋的电力了。第三个开关，还差最后一个。哇哦，这看起来是维护的地方，游乐园维护的地方吗？这里是去去去去去去去，这是火车开动的声音呢。哦，旁边这个海报就是 Bendy 在开火车嘛。Bendy in train trouble， 这里有藏的地方，很不好。为什么有藏的地方？这地方可以下去。哦，这不是那个投影机吗？它怎么也在？嗨，投影仪，你好。我们接下来要干什么呢？不要被它的光照到。就什么事情就没有，他就不会发现我们。哦，这边不就是开关吗？这是电梯。What？ 这电梯开关。哎，怎么就？哎，怎么还超近道的？这边有个楼梯。喂，我该往哪边走？他能追上我吗？感觉他速度也不是很快。这里有个罐头。这怎么有照相的地方？哇，还追我，还追我！哎，这边有个拉杆是干什么的？哎，哦，哎，他哪儿去了？这放映师怎么一下没了？这是刷新他用的吗？我能再拉一下吗？哦，只能拉一次。不，那我没明白，我的电力在这边已经开好了吗？已经结束了吗？我是要回去吗？那就是都已经完成了。这边有一个超大的火车，看到没有？那边还有运作的齿轮。那放映师消失了吗？这边有这么多墨水之心。哎，看起来他不见了。我们走吧。哎，怎么就在我背后了？快走，快走，躲躲躲躲！哇，哎，完了！哎，不对，不应该发现不了的吗？他怎么还开门？哦。哦，奔的，哎，他们两个打起来了！哇哦，放映师就这么挂，哎呦！哎，啊！我没太搞懂，这奔的现在又帮我了吗？看样子他应该知道我们是在柜子里的。哇哦，天哪！可怜的放映师，哇，他传送进了这是地板里面吗？果然奔地是用魔法的。这个奔地是想要跟我一起来对抗爱丽丝了吗？所以说他现在暂时跟我一伙儿了。不管那么多，我们最后一个开关已经打开了。好，开启，拯救 Boris。 哦，我们能见到 Boris 了吗？哇，我又有一个成就解锁了。 A haunting we will go， 这个鬼屋。哎，你看这个鬼屋整体的特写挺有意思的，这两个相当于大眼睛，中间这就是一个嘴巴。哎，我觉得现实生活中有这个乐园我一定要去啊，挺酷的。咦，什么 turn back， 回头，什么都没有啊。啊，哦，这是像这种游览一样的感觉。Come in and pretend it's all just a bad dream. 哇，挺有意思的。哦呦，这就是鬼屋吗？这么萌。哦，我看到了屠夫帮的人。How so much can fall apart so fast? We never really had control of the storm. 哇哦，我好怕怕哟。Or you were putting someone into yours.哎 ，Boris。What was promised to me? I just wanted to be beautiful. Surely you can understand that, Henry. Why are you here? 我也不知道，我也在探索。To find out. Do you just enjoy the terror of the drop into hell? Because if that's the case,
Hang on tight. I've got a surprise. 我怎么觉得我是掉进他的陷阱？你不会下车吗？旁边能下车的 ，Henry， 你下车一下。哇哦！这个游戏我看到有很多人有剧情分析的，有很多种理论。哦，哒哒哒哒，哇！这地方怎么又有一个复活雕像？这很不好。哎，这有一个培根罐头。哎，我是不是应该存个档啊？我忘存档了。这怎么还要通过一扇门？哦，好黑啊，什么都看不见了。哦，哦 ，Boris， 我怎么变成这样了？哦 ，Oh my， 哦别。Boris， 你不认识我了吗？他怎么把你变成这样了？哇 ！Meet the new and improved. No. I took what I want. And in return, I gained so much more. And this time, there's no ink deal, no escape. 这边有墨水机器。Boris, tear him apart. 哇 ，Boris， 我是你的朋友。把我的朋友变成什么样了 ，Alice？ 啊！哦，应该是有墨水机器对付他的。对，我们要弄出一个大管子，用他身上的墨水。哎呦！你轻点啊！哎，哦，这边有墨水。OK， 有那个休息的时间。哎哎哎哎哎！我不拿下来那个墨了吗？哎呦！哦，他又掉了。放里面，然后转一下。哎呦，哎，还可以啊！这里有个管子，我们要打他是吧？打你！哎呦，喂、哎，哎，跳跳跳跳跳跳跳！哎，离你太近了，离你太近了 ，Boris， 你能想起我们？哎，你不要再追着我了。哎呦，哎，这会死吧？我死了、哦、我要一直按钱他才会让我复活。我是在一个墨水隧道里面吗？哦，我在复活雕像面前复活了。哎，他在哪儿？哦，他在这边。你冲过来呀。好，他应该会在这里休息吧。哎，你怎么不休息了？休息一下，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哎呦哎呦，应该会休息吧？哦，他休息了，他掉这个墨汁了。我们赶紧去放里面，转一下。哎哎，这个地方，哎，这个地方卡了。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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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OK， 我觉得这个大棒子应该好了，但是现在过不去了。哎哎哎哎哎！我现在可以给你一拳吗？哦哦哦！啊，他又掉这个墨水。走走走走走走，快跑！哦耶！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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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不是时候，继续绕，继续跟他绕。啊！他是大跳，这个有点难，我又要跪了。哦，他接下来没碰到我，没关系，我们现在赶紧，赶紧，哎，放里面，放里。嘿，呜呜呜，你要干什么？跳啊！这个怎么躲呀？这个大跳怎么躲？他又休息了，没关系，我们可以趁他休息的时候回点血。哎呦！哦，现在你没有跳中我。管子，管子，管子！哎哎哎！急不得。哦，现在还可以，我有点会玩了。哎呀！他接下来他那个墨水呢？哎，他要干什么？不动了，为什么？哎，他要拿车砸我！哎哎哎哎 ，Boris， 你快想起来我呀！哦，还可以，没有砸中我。这铁管能拿吗？还不能拿了。哎，别砸我！往这边走，跳！
啊，直接砸死了吧，我又死了。哦，这个太难了，你冲过来，我需要你的墨汁。这怎么不漏墨了？只有漏墨我才能获得武器，这个就很恶心。哇，奔地你在吗？奔地你快来救我一下，我现在需要你。哎呦，我的妈呀，沙发都让你周没了。哦，你漏墨了，太好了。再给我一点时间，我要打他几次啊？好了，他又漏墨了。你现在漏的不是时候啊，你再漏一次，他是不是要撞到障碍物他才会漏墨？哦，来了，再打你一下，跳。哎，这有。墨汁，哎，拿不到了。哎，他跳哪里了？你怎么跳那边了？你朝这儿撞来。哎呦 ！Sorry。哎，这能拿？拿不了。喂、哎，但是我没事。现在这个能拿吗？它是有 bug 吗？我们是不是不能离它太远？哎，这个怎么玩啊？之间隔着点障碍物。对不起。哎，你漏墨了，打你，再拿。这个墨拿不了，哎，他又要去拿车了吗？别，我要再打他几次，别揍我了。哎，我这边有车，我能坐车。哇，如果被车砸中一次的话，就肯定会死。不是，你再休息一次 ，Boris。哎呦，现在可以打他吗？现在是不是打不了？他还在等车吗？哎，不行，没有用，就得等他漏墨的时候。哦，他累了，趁这个时候。哦，好了，哦，哦不 ，Boris， 因为我是主角。啊，他变成墨水了，不，爱丽丝，你把我的朋友还给我。哎，哦，哦，哎，又一个爱丽丝和 Boris。哇，这就是真正的 Alice 吗？其实应该不分真假吧，一个是代表邪恶的 Alice 天使，另一个是代表 Alice， 但是另一个 Boris 的表情神情不太一样，这个游戏剧情就可以展开很多的想象了。而且这个游戏还有挺多细节，有些角色挂掉之后呢是变成一滩墨水消失掉，有些呢是直接倒在地上。那么这个新的 Alice 和 Boris 为什么要帮我们呢？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剧情呢？接下来就迎来我们的最终章第五章。非常感谢你的收看，下期视频我还会遇见你，记住每天保持微笑， Tomorrow everything will be fine.